这是我们昨天吃饭的战场，还有不少剩饭剩菜，收拾收拾，加加热，继续吃。你昨天在车里睡得还行啊？不咋太习惯吧？习惯。你以前在外边住过吗？住经常住。哦，还行。昨天的剩饭剩菜都够了，一会儿做点饭，咱就吃饭，是吧？真成，我这有那个洗车的那个枪，用我这个。你那个太慢了，用我那个。啊，我给你拿出来用我，你这就是专门洗澡用的不是吗？这行。啊，行，我那个，那你洗车也得2桶3桶。这水那费水。你一回2桶水，这2桶打。我这个。洗车的枪派上用场了吧？现在这个季节还行，天太凉了就洗不了了。同志，你洗脸刷牙，这有水。啊，这桶里这就行。装的，王哥是吧？你放那一会儿啊，我用，就没事，放这地里。你放着吧，一会儿我拿个盆，我统一刷去。不用，我统一直接给你刷。你俩能收拾就收拾了。嗯，辛苦了。同志，就这一个锅给你。你单个盆都吓人，你那一盆顶我俩。不是。这都用上了是吧？是都用上，要是真得这么多盆，要不然你是照几个人旅行昨天那说，我都对一个人啊，一个人我都是迷你版的，你还有小赵也都是迷你版的。我那盆得会带这么多，你在外边做饭咋地也都是糊了，要是馋了改改善就下馆子，你就自己做，你再全你也做不好。懒跟家一样，真的真的，你这个炒菜跟家一样，是家一样，跟你试一样那家糊糊的呀。炒一顿菜电没了，完你拿上。不是。那个，你应该是那个家用的吧？就是啊，太大了。我那车上220的电，有，你中午或者啥用一下呗。爆炒的，试一试。跟他爆炒。他这个这个买的可以，1600瓦，你这瓦数还不高。完了，1600瓦。那我车上没有电，你家买这么大呀？这移动电呢？没有呢。1600瓦，移动电能炒1.6，1个小时1.6。那炒2顿。这10分钟就炒好吗？炖菜炖1小时了就没了。炖菜不行，炖菜不有那个道吗？你炒菜你也是炒快的那种，就是啊，豆丝儿、干豆腐啊这种快的，就是爆炒的，炒那个爆炒的，炒那个包菜了，炒对，炒那个就是能爆炒，炒青菜了，炒啥的。连续使用能用1个小时多点。是你2个电一段人，他那一度电的他用不了。我就10分钟一个菜，这煮这面条啊，那快。这能煮10袋儿。你可以采访采访我，要采访采访真诚。你说这俩车呀，你们咋的？说点话。昨天晚上直播，你那么能说。这个就是旅行路上的生活，吃完饭没啥事干，刷车。这个拿着水箱呲，完了这个已经刷完了。早上那时候有几点？7点多钟，我一瞅车没了，我往旁边一看，开旁边刷车去了。今天天气挺好的，微风不燥，三台车全凑齐了。没加点解说啊？没有，加啥呀？不知道说啥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录视频也不知道说啥。你得录这个镜头，你得给白话两句，你看你是想表达啥？啊，是不是？而且你录的还得大家觉得新鲜。其实哪有什么新鲜事儿，每天都是很少。
那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千篇一律。差不多。你不录一段表白视频呢？我给你发。表白？我跟谁表白呀？跟王同学。啊，跟王同学表白。发，要不发个征婚启事？借助王同学的这个抖音号啊，面向王同学的粉丝当中征婚。本人多高多重？哪里的？还有没有效果？我可不征婚，我刚从坑里出来。那边有个主播唱歌呢，你敢不敢去采访采访？不敢的。不好意思啊。嗯。年纪也不小了。男的女的？男的，在唱歌呢。哦。你就当散步逛街，拍点景，不拍我了。抒发一下你心情，嘟嘟囔囔的，去那个江边走一走，是不是？你去转一圈。还有美女啥的，我去瞅瞅谁跟他唱歌呢。要不你用我这个360去拍，还不尴尬，我就搁手拎着就行。不用，我拿着手机，我也不觉得尴尬。你敢拍美女的？我敢拍。你就这拿着一走一过，美女还不知道你。不，我就这么举着对着他，我也敢。散步的老多了。我敢。嗯。都穿秋裤搁那跑步呢。秋裤。就是那种紧的。紧身裤、瑜伽裤吧，应该是他们穿。嗯，啊，组团美女，一团。现在的天气就这样，一早一晚比较凉，得穿个外套。但中午太阳底下的话还行。看热不热呢？美女给你打招呼呢。嗯。这边好像有人在唱歌。这边有一个人在直播的唱歌呢。漫漫人生路。哇，看对面漂不漂亮，高楼大厦。怪不得在这儿直播，我也觉得这个背景挺漂亮的。这边有钓鱼的，其实我以前也钓鱼，但是因为钓鱼耽误了很多事儿。
这边是啥？这边啊，这边可能是玩水的，啊，下水的地方可能是。哎呀，喝多了，还打嗝呢。这个可能是那个停摩托艇啊，停船啊，或者是玩那个滑板下水的地方。能过去吗？可能过不去。你说这时候如果拿个吊床往这下面一躺，是不是可舒服了？不行，得整一个。哎呀，兄弟们，看我逮到谁了。多少素材呀？素材刚才够不够我捡的？哎，那肯定不够，肯定不够。凑上10分钟吗？10分钟应该有吧。刚才那一对刚好前面是个美女。哎呀哎呀，能耐了，这把你能耐了。打招呼来着，不知道路上了没有，待会儿看一下吧。我要看到美女，我就不好意思对人家拍。没事儿，他跟我打招呼，我就对着他拍。跟你打招呼？对。好奇呀、啊。长得帅吗？打招呼了，挥手打招呼呢。完了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拍上。啊。Hello， 帅哥。那为啥跟你打招呼？你跟人家说话呢？客气的嘛，就打个招呼呗。跟人家说你好。没有，他先跟我打招呼。那会儿你没开机呀、啊，还是咋的？开着呢，我刚好把镜头往一边转。他刚好给我打招呼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到。你多大岁？有多大啊？20多岁，挺年轻的。哎呀，蒙着了。我是不敢了，不好意思。那有啥不好意思的？怼脸拍呗。陌生人，你往人家